是的，这波现场熊熊大火不断蔓延，橘红色火焰伴随着大量黑烟直冲天际，猛烈火光将黑暗天空全都照亮了。警消紧急赶到现场布水泄灭火，目击民众也都吓坏了。多人靠我了，公交有火在倒啊，但是没人报警，是做那种。 塑胶门板，哎，塑胶门板的。恐怖大火发生在屏东县万丹，20号深夜，铁皮工厂突然全面起火燃烧。由于工厂内疑似存放大量易燃塑胶或是一发不可收拾，警消出动了16车、34人紧急灭火，所幸现场无人伤亡，火势也顺利被扑灭。至于起火原因，还有待调查厘清。以上最新主播。 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。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，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、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，更多的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